你在念琵琶行？你在问我吗？小燕儿，是你吗？小燕儿，我32，小燕也31了，你俩都不跳了，干别的去了，就剩我俩每天跟着团里半大的孩子又下腰又搬腿。小燕说了，如果10年前她随便一踢后腿都能看到自己小腿肚子，现在怎么练也不行了。这首席舞者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是非得把自己跳废了才能有自己的生活吗？我看见了他们的美，我要把他们展现出来。这也太难了，这动作也太难熬啊。这些唐勇都是给皇帝表演的人，都是沈佳宜的水平，我都费劲，你还要从咱们院找13个沈佳宜出来。接着啊，贝贝，你是个专业的舞蹈演员，在你的价值观里，舞蹈是什么？舞蹈，那舞蹈如果不能给我想要的生活，那它就是个爱好嘛。那如果把爱好当成工作，还是这么一个穷哈哈苦嗖嗖的工作，那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个悲剧。郑哥要想和北京上海比美的话，你们只能比他们更美才能赢，你们能做得到吗？如果比美比不过他们，真然你要好好想一想，除了美，你们还能表现些什么？除了美，我还能表现什么？
请欣赏双人 solo 舞蹈秀。这是军装，我真的是离不开的。开饭店不能靠投机取巧，好口味才能长久了。这人生方向的事情，你自己坚定了，做什么都不会长。以邪压正是相对的，正必胜邪是绝对的。只有最强大的意志，才能成就最艰难的选择。只有努力过，才知道结果会怎样。我希望所有人都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为现实安稳，写未来以当下脚步声为见证。这个世界，我们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联系着。